命运世界中的唐僧，他神出鬼没，他手拿昊天锤，肆无忌惮地挥着。那么他的昊天锤来自于哪里？有很多小伙伴说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武器，错，其实他的昊天锤来自于虚空首领，你们知道吗？众所周知，唐三在迷你世界中他很帅气，如果你喜欢唐三请点一个赞。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我们发现唐三非常喜欢自己的昊天锤，在游戏中也把昊天锤拿在自己的手上，并且官方大大在他的简介中写道，没有废物魂，只有废物的魂师。在他的特效中写照，行走的时候留下闪电脚印，唯独没有提他的昊天锤来自于哪里。但是小伙伴们请注意这个蓝色的特效，我和学姐发现这股蓝色特效和虚空首领的特效完全一致，在评论区中扣出55647，你将会知道虚空首领为什么要把昊天锤送给唐三。小伙伴们，你们看，虚空首领释放大招的时候就有蓝色的闪电，所以这足以证明，其实唐三的昊天锤这股蓝色的闪电和虚空首领的蓝色闪电是完全一致，所以这就可以证明，其实唐三手中的昊天锤它就来自于虚空首领，你们知道了吗？